现在晚上八点吧，你是凌晨一点多啊？对啊，就这样呗。那你凌晨一点多，你凌晨一点多，你怎么不是在睡觉啊？哎，为了工会战。因为我这边要打会战啊，还有打 red 呀，基本上都要很晚才能开始打。不是他吗？这样的话，你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吗？还行吧，不太影响。对，小心，先拉掉，拉一点点。有抓到吗？没有。撤，打过来啊！我先救他一下。先，你应该先过来打这边吧，他有两只在打、欸。我先抓一只。跑掉哦！先过来救我这边吧。有，我在救。有，我抓两只，电脑两只。两只上面，我知道。下面两只。完胜哦！